后来我的闺女说，我就啃鸦片头，安抚她，表姐张大老奶奶了，好多病变完劲儿，水一桶带点淋，那面有根儿哎，哦，勺子还不碰骨的了，嘴唇还不碰牙了，那面哇就是病好她发怒，病好她哦，表就是的，唱的孝敬她点儿，让她三分就。他不来了、就是在俺们就叫俺们的闺女，俺们就对着二婚对着的，就是常教育他，教他不教他身份，他不教他黑暗他了啥那子啊、就是您这是从小就受这种教育也是。哦，从小我到从小什么家，就没人接有我家的，俺们老汉跟前就是老奶奶就喊我的伢子呀。哦。他走不了，我还背呀、他娶的闺女呀、他这奶奶差的两家，娶的闺女啊，新家头，我三辈子还得背呀、他了。后三年还去家里，还得我背着他家里，他后二三年我给他把些房子三年都留在家里，再雇的么他背景的，他这奶奶差的两家。小娇。哦，小娇娇早年里的，俺们老奶奶活到这会儿一百来岁，早就是了，八十来岁倒是的。哦。我小时候就孝敬，我就是没娘，我就大老奶奶就大娘的看。啊，就是嫁过去一直就是跟着婆婆。啊，跟她在医院里在那里就是，婆婆人家吵。给俺们拉车外孩儿们给我进油，给孩儿们粉酸做我会儿都那样是咱还几天的做生活了呀，那孩儿还得跑回来那了，那老道又去了地里的 就是这样。你在念过书吗？念是念过两天，念了二三年级哈，早就不念了，所以没人过，你没念你谁看起你嘞？这都是自己悟出来的这个小姐，也不容易嗯，你说是背着老人去哪个村儿？这有几里地？二里来地。啊、哦，二里地，二里来地就背他个一里来地、哦，他就是走不动了，他走着干啥了？也碰了就，他就下他的闺女呀、啊，就我就不管他了。这奶奶拿了家，这奶奶拿家，家后个、还拧着外个钉，疼得他走不了。俺们肉嘞，就和咱们这会儿说是骨子增生大的就是外，疼得他就不会走。不会走。就靠那脚跟一点走。他们家俺们闺女好，人家特三小孙子在特三岁兄弟，人家媳妇儿都是可三斤的，也是特三斤，都是哎可好了。他们家老人家这吃茶老饺子吃这洗涮几板子上更好，他们家这块儿。俺们的老奶奶嘛，还是我是没给他洗涮过几板子了上了，饺子吃什么了？就是我就他走不了，我可背他，原来就是他走不了我就背他。这你对的挺好。我就对他好。你有多大岁数今年？你看我有多大？六十多。七十二了。七十二。